它掉下来，我们把它用下来，然后它掉在那个椅子上。一只黑黑的虫在椅子上挣扎，房客一手用棉被，一手拿筷子压住，费了好一番功夫才把它装进塑胶袋。仔细看，这是一只蜈蚣，而且是大蜈蚣。东西就从我后面上来啊，它就我就甩开之后就被咬，然后我们就开始一直找，一直找，结果是一个这么大只的那个蜈蚣。黄小姐帮小孩庆生，一家人到垦丁入住五星级饭店，躺在床上滑手机，突然一只15公分大的蜈蚣爬到她身上，吓得她赶紧甩开，结果右手小指头被咬伤起水泡。是用到我觉得如果今天是用到我的小孩，我真的觉得这真的是非常很恐怖，因为小孩不会表达。深夜10点多被蜈蚣咬伤，饭店派车载他到医院打了2针回来，换另外一间房。黄小姐控诉，直到8号上午都还不见饭店的主管出面，还是她主动到柜台询问找主管，对方才致歉房价优惠7-9折。我今天自己去联络他们，然后他们就是一直跟我道歉这样子。已经到11点多左右，我们也担心就是太晚去由主管这边致意客的话会有点打扰到客人，处理当中我们饭店这边确实有不够细心的地方。饭店澄清并非置之不理，而是怕时间太晚打扰到黄小姐休息。而为何饭店会有蜈蚣，业者说紧邻垦丁国家公园，会努力改进。 TVBS 新闻叶凤达评论报道。请大家订阅、按赞、分享 TVBS News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也请用手机下载 TVBS 新闻 APP， 让您随时掌握国内大小事。